办法像一般的那个空压机那么遮盖力那么高，好、哦。啊，你看这些花橘皮这些哦，这个就是在调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加一些那个擦注意皂，你可以松香水，然后再稀释一下。来，我觉得有点浓，有点浓的时候稀释机哦，标准速度了。啊，刚刚讲这个是信啦，就是七水擦注意哦。啊，因为这是厂商一调好的，他调好的，啊，我是直接哈、哦、分享一下那个精华精髓给你们看。转开，稀释剂一般大概十几 percent 哦，你就加一下就好了。安尼好，安尼这样就好了，再多一点点，搁加就够好了。因为它刚刚喷出来有结块，哦，安尼，你甲胶胶，等下咧喷了，给做喷的。我的经验是这样，但是现在外面的气温大概是13-14度哦，现在刚好就是寒流的时候。好，来个蒸起，拍这个喷漆哦，看似简单呐，黑做这怕这做火呢，啊，但是无法度。这个是白龙雪地下教室的一种价值的所在。好，那我们抓上面啊，然后像这个它已经褪色，这个就没办法了哈、哦。啊，这是安尼喷了，你看，哇，你看是不是喷出来是不是很好喷？哇，大王卡西亚在哪里买？影片网址点进去，输入折扣码，东西非常多，赶快赞你啊！教学影片在这边，下单我一支白龙雪，谢谢。